今天我带大家呢到土瓦森来转一圈，因为土瓦森呢是印第安人的地方，所以呢这里呢都是土族人住的。这说的就是标本，这个呢是鱼的标本，这里呢上面呢是鹿啊，标本全部都是标本。这里呢有很多的枪，可以捕杀各种的猎人，在加拿大这边呢。